这样玩偶的头部就全部完成了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玩偶的身体、脖子和头部完成后的样子。将玩偶的主要部分勾好后，我们来在它的身体部分勾上裙子。玩偶的裙子是在身体部分第一圈的基础上挑着勾的，是通过勾长针及长针上面锁针三针的狗牙针来完成的。下面请看我具体演示。拿起我们需要的线，找到玩偶底部和身体部分的交接处，也就是凸出来的这一个边。将玩偶的底部朝上，裙子都是挑起这个边的一根辫子针来勾的，找到任意一个辫子针，注意这里挑起的是一根辫子针，插入钩针，绕线拉出。再勾三个辫子针作为一个起立针。这一针相当于一个长针。然后在第三个辫子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。下面我们勾一个锁针三针的狗牙针，因为第一针是起立针，所以狗牙针的勾法有所不同，先勾三个辫子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找到第一个辫子针，将钩针插入，勾一个引拔针。这个狗牙针就完成了，然后找到起立针的洞眼，在同一个洞眼里面再勾一个长针。接着挑起下一个辫子针，勾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后面的这根线头同时收掉。将线头搭在钩针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勾狗牙针，勾三个辫子针，一、二、三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一针长针和对应的辫子针这里，一共有四根线，这是两根。这里有两根，我们挑起上面左侧的这一根和下面左侧的这一根，也就是比较容易挑起的这两根。
直接勾一个引拔针。这样一个锁针三针的狗牙针就完成了。后面所有的狗牙针都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完成的。然后在同一个洞眼里再勾一个长针。接着挑起下一个辫子针。同样先勾一个长针。然后勾三个辫子针。挑起左边的两根线，勾一个引拔针，回到同一个洞眼，再勾一个长针。接着只要按照同样的方法将这一圈勾完就可以了。一共需要勾24个狗牙针。还差最后一个辫子针。挑起勾一个长针，再勾一个锁针三针的狗牙针，再回到同一个洞眼勾一个长针。最后找到记号扣的位置，勾一个引拔针进行连接。再勾一个锁针进行固定。将多余的线剪断。收好。这样玩偶的裙子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勾玩偶的手和脚，请看我演示。我们先勾手部，留出大约10厘米左右的线做缝合用，然后将线打个活结。开始勾辫子针，手部长大约5厘米，勾12个辫子针，这个线圈不算一针。然后在第12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。再勾4个辫子针。
然后将钩针插入到记号扣前面一个辫子针上，勾一个引拔针。将记号扣拿下，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小疙瘩，这样珠子穿上去就不会掉了。我们将线头剪断，线头收到辫子针里，然后拿一个小珠子从留有线头的这边穿进去，这里用劲拔一下就可以了。装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边也做好，这样手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做玩偶的脚。同样的，先留出10厘米左右的线，然后将线打个活结，再勾14个辫子针，在第14针上扣一个记号扣，接着再勾5个辫子针，然后将钩针穿过记号扣前面一个辫子针，勾一个引拔针。拿下记号扣，这里也形成了一个小疙瘩，然后将线剪断，线头同样收好，拿起稍大的珠子穿进去，多出来的线我们可以剪掉。这样花仙子的脚也完成了。用同样的方法将另一边也做好。最后我们用钢针将花仙子的手脚进行缝合。找到身体上面的第一圈，也就是我指出的这一圈，也可以缝在两个线颜色交界处这里，在身体的两侧相对称的位置，这里我已经缝好了一边，这边你可以任意找一个位置先缝好，然后在它对称的另外一边将手缝好。缝的时候针脚尽量小一点，这里只要缝两针固定就可以了，然后将线剪断，
注意两边要对称。接下来缝角。以手部为准，角的位置是缝在底部最外圈。也就是我指出的这一圈。缝在两个手中间的位置。两个角之间大约间隔四个短针的距离就可以了。大约在这里。缝的方法同手一样。固定几针就可以了，然后将线剪断。这样脚步也完成了。下面我们来完成玩偶的头发部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头发事先勾好一个像玩偶头部一样的半圆形，然后在最下面勾一圈头发形成的。这个半圆形一共由十圈组成，除了第一圈的勾法和头部不一样，其他几圈的勾法和头部第二到九圈是完全相同的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这里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同样用粗线演示。先用环形起针法进行起针。然后开始勾第一圈，我们刚刚已经立了一个起立针，接着在起针的形成的这个大洞，也就是我手指指出这里，先勾一个短针。注意，这里挑起的是两根线。在短针对应的辫子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。然后在同一个大洞里面再勾五个短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现在一共完成了六针，然后将线拉紧。线头我们可以用钩针或缝衣针收到织物的反面，最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引拔针进行连接。注意引拔针要拉紧。这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第二圈是勾六次短针加针，第三圈是勾隔一加一，第四圈是隔二加一，第五圈是隔三加一，
第六到十圈是不加不减的勾短针。头发第二到九圈的勾法和玩偶头部第二到九圈是完全一样的，这里我就不再具体演示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头发上面半圆形完成后的样子。我们在最后结束的这一针上扣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。也就是这一针。接着安装头发。剪一段长约25厘米的线，对折以后备用。找到记号扣旁边一个短针，对应的辫子针。用钩针挑起外侧的这根线。拿起刚刚准备好的这根线，注意将它对折以后。对折好，勾住，直接拉出，然后再勾住两根线，从这个线圈中拉出来，将线轻轻地拉一下，一束头发就装好了。我再重复一遍头发的安装方法。再拿一根长度相同的线，对折以后备用。找到刚刚安装好头发旁边的这一针短针，挑起外侧的辫子针外侧的这根线，勾住这根线拉出，再勾住线全部拉出，这束头发也安装好了。按照这种方法将这一圈全部安装好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头发全部安装好后的样子。因为是挑起辫子针的一根线来安装的，所以装好后的头发这里会有一圈比较明显的辫子针。然后我们找到开始扣的这个记号扣，将头发对折，将上面这个半圆对折，在这边对应的位置上，在相对应的位置上也扣一个记号扣。这样我们就将头发平均分成了两份。下面就是给玩偶做发型了。我们将头发戴在玩偶的头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把后面有引拔针的这一面，也就是有一排稍微向凸起的这一边，转到玩偶的后面。将头发戴在玩偶的头上。然后单独剪一段线备用，长度和头发的长度相同就可以了。将平分的这两部分头发
分别用剪好的线绑成两个辫子。